Hello， 我是大叔，今天要介绍一位从英雄联盟 S5 银牌到现在 S9 宗师的玩家。在第一次接触卡莉丝时，被他的连跳和进化所吸引。本季100场积分中胜率拥有 67%， 220万钻金，是目前高端钻金分数最高的卡莉丝。曾在 Legal Grass 达到台服卡莉丝排名第一，目前是卡莉丝第三名，知道他的本都叫他风靡全场卡莉丝。幻音一览孤情旋律。符文使用的路线有打野跟上路两种，打野的符文是死亡电刑、召唤师技能、闪现、重击技能点法 QWE， 核心装备暮色黑刃、夜色原界、最后耳语。卡莉丝的 R 可以搭配暮色黑刃连续触发被动，可以在短时间内打出大量的额外物理伤害。上路的符文是征服者或死亡电刑，征服者上路对线为坦克会比死亡电刑好，并在团战的发挥也有很好的表现。召唤师技能闪现、传送、点燃，技能点法 QWE。 上路使用的套路有两种，一般套路核心装备暮色黑刃、黑色切割者，另外一种是魔剑卡莉丝核心装备魔剑忍冬、暮色黑刃、圣象之力。魔剑可以解决卡莉丝的圈魔，并且搭配 Q 给予大量的伤害，圣象之力可以搭配魔剑、暮色黑刃，就算不用孤立也能秒杀 AD 薄皮。进化顺序以当前战况为主，但主要以 QER 或是 QEW 为主要进化顺序。团队意识，团队进场尽量以没有视野的地方等待开战，开战时以残血或是孤立的目标为主跳进去收割，必要时也可以使用连跳的技巧来退场或是晋级。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观赏这位台服卡莉丝排名第一，幻音一览孤情旋律的精彩操作。
feel the waves cut through me, hypnotized by the sounds I'm breathing in. Hold tight, hold tight, chemicals collide. Hold tight, hold tight, hold tight. Dripping lights paint the skies, all because这次的影片就到这，希望你们会喜欢。想看更多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你们加入英雄俱乐部 Discord。不论你们有影片或是频道的任何问题，可以直接透过 Discord 告诉我，我会把 Discord 邀请链接放在说明栏。我是大鼠哥，我们下部影片见 ，See ya。